来看看农村大席上毛血旺的做法。今天是在农家小院开席啊，特别有感觉。毛血旺了啊，店里的豆芽，豆芽出锅了，要垫到毛血旺底啊。开始做毛血旺了啊，火锅底料少不了，豆瓣酱。蚝油，毛血旺的鸡汤，一道麻烦菜啊，调调味儿。刚才切好的这个。毛血旺，哎呀，筷子特别夹着。